手其实宽哩，运动壮，慢慢行真舒爽，行呀行去家中。念海边，我吹海风，念你大头无念起风，几百人做阵练，阵阵的闹哄哄。你三四十岁宽腰是不相同。放来等回龙一通，手抓拳，脚踢腿，腰部向后弯，头里向天讲，水阴高，地怕子，向南北转西东。少年的大小姐，六七十的阿嬷甲阿公，做阵学，做阵练，练完才练气功。男男女女，相恋身体就会健康。无病无痛，清心快乐的真正爽。天过长，个雾蒙蒙。我穿起新款的运动装，慢慢行真舒爽，行呀行去家东，来家东我练气功，你是红茶我是茶红，顿人心吃当归，不如不练气功。是我是风吹阿婆完全袂动，在我心，大风大雨是乱乱撞，身体健壮，你在看风光。白龙啊，白龙，黑山的几多点嘛？白龙。买草啦，买草几多点啊？哎呀，理佢几点啊？阿生啊，你想乐啊？你想点点啊？我想当有醒目嘛。阿生啊，我什么事能帮这家配合？你是做你，我别叫只多朋友。哎呀，上啊，你唔知啊，当指定啊，我差唔多爱去了咯啦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嗯，老婆咯，当指定咯，几笑，我别定定讲我擦擦啥咩了，你知无？定定擦擦擦，哎呦，你着天光出门我就好唔爱啦。啊，您老婆擦你啊？是咯。擦啥咩啊？哎，刷刷啥咩啊？当日我嘛得早起，当日出门我就唔咯，上到五十房间就打我唔哎。啊，您老婆都唔是这样，就是。这个弄你，对，您老婆给你几回啊？我老婆给你57回老渣不了啦，57回了，多咯咯，已经是过到这个狼虎之年了啊！我说你叫谁？我嘛唔知啦，我别当指定一差妹啊，当咩你在是做你咩差？做你咩差？人家大妹听话就爱教我养狗是什么招式啊？嗰啲讲招式噶，大佬咁我就死啊嘛！哦，你老婆仲同你讲招式噶？就系咯，咁进步啊！唉，直情啊唔系进步啊，黐线啊佢啊！我在你老婆上两次走路呢，将佢占着下佢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背着楼梯呢，叫落蹦房间咩？哦，当然说叫声个精神啊！哦，卖打精神啊！当指定我落家不清楚是什么事啊？伊个精神啊，比我家族更好啊！叫声，您帮我一个搬厝啊，徛三楼就靠边靠木，当今嘛，伊叫我上好换过厝，徛二十楼啊，你拢唔知啊？叫声厉害，是咯。哦，您老婆搞了陪着去招式。
讲招式噶，好多式噶，十几廿式噶。啲啊啲啊，我同只大强领老婆同子东嚟住佢台一个 playboy 啊，啊，唔系 playboy， 呢啲系中国式嘅。东国嘅啊，东国式嘅啊，是啊，东国拉啊。我俾邓子东东国商开房啊，啊，开房啊，招生厉害啊。是啊，招生啊，啊，你招生领老婆都一点恶呢？我吹个西北屙咯，呢个西北是大埔啊，查埔啊，定叫是大埔嘛？大埔啊，系是啊，啊邓子东底下你说开房啊？是咩开房？啊，你好过宁波去哦？做你又唔好，只个落煤系嘛？特早起啊，攰采难啊，落汤又落屙系嘛？小姐在难啊？是啊，你老婆爱屙系咪啊？唔系，你老婆咪。哎，这个是犯法的，我们我不是什么犯法，这个是合法的，我也没啊，落话租车啊，政府配种的啊，配种是租车，奇怪，这个为什租车吗？昨天为什租车呢？你没听你邓子丁帮助了，没听啊，邓子茂介绍气功十八式的嘛。你是讲这些 啊不是讲这些，讲什么？我去讲杂八成么？对啊！我明白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我白底啊？你想对你个去？我在，你炸他嘛？这个我嘛在，我冇台报纸啊！啊，露台报纸就是咯，公开又加底个啊？对啊，你冇打清楚啫。是我打清楚，你听冇清楚啊？你老婆当时顶就是渐渐叫我去学嘛。哦。我来吃炸八炸爱起来，我来我台中五毛叫声啊，我就想中广东人一句话啦。气功啊嘛，咁咪气死老公咯，唔系气死你，叫你起身去练啊嘛，系练啦。喂，瘦佬啊，你其实咧，你成日睇报纸，你有冇谂过话呢啲嘢去学下咁啊？我想过啦，基本上系好噶啦，你一两只鸡鸡，你冇直明呢扎。啊是啊，啊天会跟住你爬起来。啊对，啊扎起，啊长，啊对，基本就是学嘅嘛。啊是啊，对对你又早起过去个运动者咧，空气也好，啊好，我也是安尼时候啦，啊你想，哎呀，因为早起又无盘，所以我就无爱去学嘛。哦，你是无盘买去咯？哎，你就想我搞你去吗？啊，你看你老婆就好，三两时正回接唔着爱回，是啊，正经个开始别等点着。是啊，那么好学。我就是台播抓点点介绍单，爱使什么破病情形无好量了就爱好啊！我是攞小医啦，啊即系说明食药嘅。我台老婆叫有影病啊！实在我是爱去刺台你知道不？不又唔北能啊，你冇去啊？明天啦嘛，明北能嘛，你啊只爱去呢，我搞你做不去啊！你话来找我一个朋友啊，系姓关嘅。你北起江系人啊？咦，哎，起江他会，他会啊？对，他会外公啊，外公我嘛有，外公我有，有啊，有，你阿妈个阿伯吗？我靠，伯啦，外公啊，外公啦，外公，还有内公啊，内公有啊，我爸爸的爸爸咯。你爸爸的爸爸，你在这说什么？不是内公吗？这外公、内公不是外公的内公，这是康会的康啊，公啊，公立的公啊啊啊！哎，天罡爱不？啊，天罡爱，天罡啊，天罡就啊，比你生只爱天罡，叫我就无天罡过等啦。慢慢就凉咯，你能外公那是硬桥硬马的吧？我什么罡啊？外公啊？啊，外公啊？啊，外公我想强。看那个我刚是一溜，嘿嘿，我爱听。你别明亮讲啊，我咧气，我咧气死啊！是明解？我刚你别当我刚呀，我讲啊，就是功夫的功。对，才你功夫有 no。对，妈，当真无够精神，我常常想到你给他当成精啊。哎，老，无俾对你咧。你北山光啊？那来吹。哦，几点当过？哦，就让妈这边，哎，啊，炸来就开始向南边。连，太极七龙十八式，要天天练。
现了七个红旗子会改变，身体健康转落我黑枪，不用吃不用花钱，快乐是神仙，照射用啊用一脸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功练，身体一定强，不要喝酒不抽烟，改变一下生活保你一手有颜面，气功暗示锻炼乐趣多，所以练了气功年轻十几年，青春活力不会输给青年，气功十八式真可不练，每天早上我们操场来见面，有说有笑忘疲倦多快乐，身体健康胜过你有家产千千万，大家来练来练，练了气功保你身体好不生病，大家一手有颜面，十八式要天天练，练了气功体质会改变，身体健康转落我黑枪，不用吃不用花钱，快乐是神仙，照射用啊用一遍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功练，身体一定强，不用喝酒抽烟，改变一下生活，保你一手有颜面，气功暗示锻炼乐气功，所以练了气功年轻十几年，青春活力不会输给青年，气功十八式真可不练，每天早上我们操场来见面，有说有笑忘疲倦多快乐，身体健康胜过你有家产千千万，大家来练来练，练了气功保你身体好不生病，大家一手有颜面，光西北是爱光土地啊，妹，你是大地界啊！光西北是姓光，你是那光哪个光啊？啊，姓光啊！哦、欸、哦，姓、欸哦欸哦、光！哎呀，个光西北台落去只三十出年，照后生有功夫啊，妹，有艰难啊，妹。我俾你讲，真哩照生，你冇看看，你啥冇无打 stem 啊？哈？光西北啊，给你七十外岁了啊！哈、啊，七十外岁啊！厉害不？哦，只要就两工啊，好过嘛！哦，两起工两了，爱照后生啊！七十出台就三十出，哇，剩落个减四十呢，也是娘呀两成功减四十呢，冇从十一岁，你登记冇个政府收恁登？是啦，你个登记呢，政府呢早晚就给你收登个啊！啊做你爱呢？你去向政府唔是收了登记咯？我个字了啦！我俾我去抢，哇！做死我死我我死我！哇！你两个人真好讲笑话，这个肥先生啊，这个好声呢，原来是安尼款，我讲练了的人身体臃肿，面红个红个。我古时我阿未练的时阵嘛，伫红顶行到真早，你本都爱坐车。我讲讲练了气功十八式啊，我红顶会使行路行到后港。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啊，就是较可怜，哈哈。两个只老年呢，那为啥当新加坡行到法国？哎呀，安尼看是无可能啦，你想得夸张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吼，哈哈，哎，你有心练这个气功十八式呢，哈、真正好。不过你爱有恒心、信心。我唔是你心都。锻炼这个气功的要素呢，是调心、调身、调息。哦，调息啊，调
调戏啊，娘娘妹，佮上个戏袂厉害。我嘛妹，我无学着，佮着出来啊。你不是咪个高抓查某？哎呀，这个肥先生啊，你过在误会了啊。这个调戏呢，不是调戏女人的调戏哦。我说调戏就是休息的戏。哦，那什么叫做调戏呢？调戏呢就是呼吸。哦，逃回了。哎，六，什么叫做调身呢？调身呢就是姿势啊，而调心呢就是意念。嗯，很多人呢只注意调戏跟调身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调心。哦。不管老少呢，把身体练好呢，那生活就会过得很愉快。健康就是财富。只顾我不是嘛听到该，是为健康，你也好地呗，才想好呢。行，关师傅啊。好像人家说什么癌症啊、艾滋病啊，都可以治吗？哎，那是未使啊！那是讲什么病都会使医好啊！啊，中医甲西医拢用来实验咯。哦，对，有一寡病呢，医生本身无办法，那个是绝症嘛。啊，卖讲气功十八式啊，就是36式啊，也是医未好。哦，对。哎，你呀，哇，你看人家光西北，伊练了气功，哇，北也开时代灯啊！对啊，炸的当前呐，当前很足够。哎，大大大声！哎，对，光西北啊，我请问了，两对女哦，你爱收几类啊？什么呀？收类啊？学费呀？无类诶，这无类诶。哎呀，人壮这个无收类诶。这是义务啊。不但我义务啊，我一款这个师兄弟啊，人壮伫咧家伫咧师范诶，人壮这个无收费。因为这呢是有兴趣，本身是爱练功夫，爱练这个气功，我大家最近的练，将这个健康呢，带给大家人。哦，安尼哈，安尼，人都练，他们的个精神可嘉，要把这个健康呢带给大众。光师傅，来，东京你会再讲咯？光师傅啊，你放心，你定叫用心去学，袂可你是妄个。不过是叫生光西北啊，你家个时钟吼，卖较艰苦个啦，卖较艰苦。哦，你是讲惊艰苦？袂，你放心。这动作呢真正简单。很容易掌握的。就是细囝阿伯阿姆啊，本会晓学。这十八式呢，就是十八招、十八动作。十八招、十八式。这你去看呢，这你买17式，或者是19式，然后就18式呢？哎呀，人拄拄好是18式就18式嘛，你加问个17式什么？这18式呢，就是根据太极拳某些功法和气功调戏相配合而成的。正好18招。所以叫18式。18式。那阿关先生呐，那谢谢你，现在开始呢，慢慢一招一招教我们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会一招一招慢慢的教你们，你们看着我啊！是，这第一式这样啊，叫起势调戏。哦，就是刚才讲到呼吸啦。对，你的记忆力很好。哈哈。第二呢，就是开阔胸怀。这个容易了，加个念下哎呦。开阔胸怀嘛，意思呢就是叫你的胸挺起来，撩三口隆中开去啦。你笑啊！那伤口开起来啊！你只尿在里面个？对呀，你假聪明，你都还没有学，你就凭这个名称，凭这个字面的意思，你就是这样讲，把胸部的衣服打开啊！不可以的，不是这样的啊！不是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看着啦啊！一二三四，2234，对啊，开朗的。这个自然的啊，第三式呢是挥舞彩虹
哦，挥舞彩虹，这个姿势很美啊，好像是跳这个民间舞蹈一样的。你看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嘛，对对对对，好像跳舞啊。那第四呢？第四呢叫轮地分银。轮地分云哦，哎对，上就该拨开就掉了，好像这个天上的云啊。第五式叫做定步倒卷弓。这个就改了，变成黑布去上面弓了。哪里有这个招式？你自己讲的。不是这个定步呢，步是这个脚步的步啊。这个弓呢不是功夫的弓，这个弓呢是手掌上面、手臂下面这一部分。倒卷弓，看着，这样，一二三四，这样。明白吗？山高白个顶，步上娘弓，没料你九个踢。好。那么第六式呢，是湖心划船。湖心划船，哎中，哎钓钓起中那一两个果中哎，那我只食名恶啦，你得一个果嘛。不是，他那个狗跟这个不大同的，这个名称呢是这样，但是这个动作呢是像划船这样的，但是只要六招就够了，很轻很柔的。那么这个第七式呢？第七式呢叫做肩前托球，肩膀这个肩前托球。那第九呢？慢托大卡就好了。对，托球。第九呢？那第八。第八都还没有第九啊，第八对，第八呢是转体望月，转这个身体望月，那个身体回过来，那个回过尿，白骨半骨一掉了。他这个意思，这个动作呢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像这样的。但是早上的时候没有月亮嘛，它名称是这个样子的。第九式呢？第九式呀，第九式呢就是转腰推掌。转腰推掌，掌这个手掌的掌。那第四式呢？马步银手。马步银手。这个娘娘在。这个呢脚底呢一名两只步脉。马步银手嘛。骑到马顶呢，一马步就要 stand by 了嘛。了解手呢就要准备啊，还是唔好使啊 ，best start 那就输累了。你又是假聪明你是马迷呀？他这个这个名称是这样的，叫马步，马步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站叫马步。你讲到什么跑马场了，什么肉鸡啊？这样子。对。第十一呢？是捞海观天。关师傅啊，这一招呢就不太实际了为什么？有一点离谱了。怎么会离谱呢？两海，海天也咪海嘎嘎死。两海就太海嘛。你想到什么地方去？你又听错这个意思啦！这个捞海呢，因为是这个动作嘛。这个名字叫捞海观天呐、这样子啦，关师傅啊，这样讲了半天呢，听这个名称我们会常常搞错，不如现在开始，你先把手势动作一招一招教我们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开始。我在火星六十分，就请左右来我分。当时心肺火，会走会跳甲会撞。模拟我做运动，摆西皮学气功，十八式学了真强功。学气功啊，火力通，独来独往，行路亲像一阵风。爬山甲落海，城市到甘榜，如惊如惊爽，摇火来摇火去，点出世界不倒翁，我不倒翁。真贪，唔卖做，
我也变欢乐，来做路林多表马西好，有几个人是命那苦，为了不平安，请阮做目标，安全可靠，安全又可靠，千对千来。带起来好，那是好怕家里都空头存死路，生命的结果，老林保镖是阮上坡，阿飞阿三，飞的多伦多，阿三的新加坡。家情淡，唔卖做，阮也免烦恼。来做路林保镖嘛是好，有些人是命那苦，为了不平安，请阮做目标，安全可靠，安全又可靠，千对千来。功夫带起来好，那是不好怕家里都空头存死路，生命的结果，老林保镖是阮上坡，阿飞阿三，飞的多伦多，阿三的新加坡，老林保镖。困袂落，路林保镖加钱讲多，有鬼有山，飞的像水虫，阿山的像地沟。你同啲名人直升嘅打棚仔声，系呀，佢个看就是攞发达啦，是咪发达啊？我个老大呢，讲见名人有升职病啊，叫做保镖，保镖啊，做乜嘢事啊？是吊白镖就好啊，做保镖就叫冇咩对平啊，啊，为什么冇咩对平？哎呦，我做保镖呢，就是表示到那无聊，文武宣传，哈哈，有几个人可以做？你想，对啊对啊，那当然对啊，有贵人那我会使做，所以我就留意呢，平人老人，做你咪去做，做你冇做，我俾你又要惊死，嘎嘎啦，你个我白人人开始真正做，是啊，对不？那个身手勉强，最近呢又练了气功，来退。身体啊，那个累卡都会死啊！哟，你莫做，不过乐做你咪打咯吼！你也有淡薄惊惊啦，乐样样惊，乐样样惊，乐就是看到查某袂惊俩。掉掉咯！乐唔是只强，唔是当爱做爱找一个春格咁会惊。是啊，有挑战性，对啊，有刺激性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工作最好啊！是啊，你打了西北好听，比你唱歌又好听嘞。这个刺激嘛，带有淡薄危险，有生命关系个。你上台，那老人啊吓起来啊，滴个白话话啊，滴点爱请人家老保镖，人爱请嘛像后生个，爱跳个爱数，根本嘛爱跳。你笑个，老子老嘛，人家都有讲。人老这个宝刀未老嘛，对不对？老是老，干部高阶，那么就老拜个保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那就输个才出来有年纪个，有经验，有稳定，对吧？对吧？是啊，那大郎中第二啦，好啦，那
专门打车站里面走了。对哦，莫免惊惊。哦，惊惊惊惊。不不不不啊！有一个姓安的大头家，哈哈 ，big box 啊啊 ，big box 啊 ，big box 啊，啊大概查箱就对了。你头家唔叫 boss 咯？啊 ，boss 啊，你卖 box 啊 ，box 就是箱头了，知冇？哎，也请保镖，哈哈，弄来去我。哦，安尼啊，好，弄来去。天上白云飘荡。多龙多龙，我呗，做保镖，你要得唱保镖啊？那么保镖吗？你怎么就故障个保镖嘛？纯粹是个表格啊，是个人保着金银财宝个保镖。哦，当今嘛时代唔变哟 ，new 时代。哦，好好好，新时代，摩登时代，就保着佮个人生。哦，牛玻璃角啊，啊、嗯哦，保这个人参呐、啊，啊，鹿茸啦、啊，高丽参呐、啊，虎鞭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啊，你假强啊，你话也无听好好去保人参、啊，去保高丽参，啊，对啊，去保燕窝了，啊，不对啊，人参，人参就是人的身体。啊、哦，是保人的身体性命咯。对呀、啊，我白了大位了，无大清楚大了歪个娘娘说，他保人生，人生几百贵啊？你咋一记啊？我白弄三百二五啊？啊，弄三彩咯，弄三百，明白未？哎，保人生就是当去做胎死鬼，那个清子啊，出来那个毒嘴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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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。青鸡啊，缩过来，是乐毒嘴还是挖毒嘴？啊，乐个毒嘴吗？啊，找你就挖个毒嘴呢？我没这个话的，那别那么背啊哈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背个弄呢？青鸡缩一搞呢，想给搞一半。啊，毒掉骨头呢？我掉掉了，青鸡从骨子当出来。哦，你还没准备呀嘛？三伯伯嘛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后来搞了眼睛干嘛？哈哈，小人疼的，毒到后背你把口腔。哦，叫谁呀？啊，对了，哦，青鸡娘呀个毒嘴，看到大买家里娘白买糖，叫你买糖，叫你买个糖，可能十碗好么？啊，糖料里了无命好开呀，个糖贵呀，我买你这里要惊死，啊，不要啦，见面别叫你了，啊，不要，你阿爷买糖，叫您老婆出来糖了，来，爹了到了大清楚，是不是叫我老婆糖？我老婆怕我老婆影，我去做保镖。我把你都要惊死，你点唔惊死？弟哦，你爱在青子呀？那惊啦，惊啦，免惊啦，那个我去做洪先生啊。好了。洪先生，我来跟你介绍，这就是我的搭档叫肥仔峰，这位是洪老板。Mr. Ang， 练习来。我不是听说你们这里要请保镖吗？我们是来应征的。是啊，我是要请保镖，恁两个人来应征。对。哎呦喂，恁两个人的血声比我较大，看恁的身体也无比我勇。不来做保镖，那是我保你还是你保我？当然是我保你嘛，你买台阶上矮矮啊，工课不得了啊，身手敏捷啊，身手不凡啊，几个结识。对啊 ，Mr. Ang 啊，那这种打是无用啦，就高兴呢，拄到世界时候，你家在那下比较厉害啦，我当呢，个默契呢，老实但是识别好，配合到暗个，只要一届也未使，加一届就顶大了。对哦，恁两个人配合就是安尼好。哦，讲世界，那叫咯演喜剧片又就好。什么喜剧？拳击。拳击，人呢已经啊两国真侪国家嘅功夫啊，叫按摩界 boxing 啦，泰国界 boxing 啊，摔跤啦，中国界太极拳啦，气功十八式啊，还有日本界沙爹啦。我俾你当时未解，没有打麦双卡白啦，什么叫日本界沙爹？洪先生，他是说日本的这个卡拉爹。卡拉爹我就听过。卡拉爹。有分很多等级的，有蓝带、红带、黑带、朱格雷带，他老婆更不得了。
哦，他老婆也有功夫。有有有，哎哎，加个带呢，就是说，一段一段呐、啊，啊，好像一段呐、啊，两段呐、啊，两刀四段，四刀八段，中山北路三段，重庆南路四段呐、啊啊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、啊啊，别人这都提到我给钱你打了去，加个莫隆中去台湾啊，鬼咩把麦耍打了。Mr. Ang, 总之呢，我们功夫道家，不管哪一国的这个排狼啊，他一听到我们的名字呢，一家己就惊了。对哦，这是真实的。哦，从前呢，五大公呢曾经保过这个政府的大粮囊、动粮囊，什么纳豆啦、当时里啦、BBA 啦、JJC 啦、KKE 啦，这个五龙保过的，从来呢就无发生过事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打惊了啊！啊，把那个是听着保镖是五呢，老实点，地点了唔敢叮当啊，两种墨金金死白色嘅。哦，算你姓王，阿你不也叫做不要慌？哈哈，行行，这是农家命，农家命了。要做保镖呢就唔得哟，唔到外国呢叫红毛命，叫做你别刻薄。我哪里有刻薄？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？红毛命，你别刻薄。哦、一呢叫终身遗憾，终身遗憾。我到这宫呢，我叫桥上一条龙。六一呢叫乌龟野狼。哎，我别比哦，什么娘娘别是乌龟啦？是啦是啦，啊是啦是啦是啦，是。这两个倒是很像日本名。不过有没有外号啊？哦，五到欧社会的狂来呢，一个外号呢就叫做臭头王啊。你当帅呢就臭头啊嘛，声兄嘛，你大家望望叫臭头兄咯。哦，啊，你看你家己呢？我何叫做个人碌？啊，个人碌？哎，对对，因为我帅的时阵啊，派马装满个碌囊嘛，那碌壳嘅大家望叫我叫个人碌咯。哦，哇，你看讲起来，你两个人是大有来头嘞。哦，等讲咯，什么大有来头？真的是大有来头啊，不是小来头啊。哦，你看你两个人来跟我保镖呢，一个人一个月要偌济工钱嘞？一个人啊，一个人该我算来穿衣就好了。啊，一个人穿你啊，收个贵咯。哦 ，Mr. Ang， 嘛那爱贵。你在这不是博三天哦，叫个命去博的，你知不知？是啊，但是呢，千二块加上这个公积金哦，哇，又没赚两千块。就算拿出来嘛，不会贵。你虽然知道沙地阿拉伯啊，保过这个油王啊，尽量改过啊，这博出来美金嘛。你两个个保个油王啊，是沙地阿拉伯啊。对。哦，你看你的身份不像啊，好了。请你就请你了。哦，感谢 ，Thank you， Mr. Ang 啊。我请问了哈，你个王秀人爱嫁啊不？什么意思？你看问我，你看我这人是不是真侪王秀人啊？不，我个意思是当，你也是王秀人这个嫁呢，冇特别有代志咯，就轰轰正啊，就爱你身边，特别就爱陆人啊，你知唔知？哎呀，冇啦，我一向呢，除了有时对家己过袂去定啦，对外口的人啊。无冤无仇啦，个人无刷手啦，我过不去啦。招生，哎，招生，你想来做保镖都无用嘛？系啊，也唔像你咁讲嘛，这个是预防嘛。因为最近啊，你看报纸无？时常有绑票案嘛。对，我是惊人啊，只只绑票的人咧，但我系脑筋嘛，所以我系请保镖嘛，对我入对我出咯。哦，是招生。哎呀呀，你放心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讲挨咩哦？该放出去就好，无一个人家叮当你一条头毛嘅。哎呀，你咩话呢？做你到名称呢，叫个锦涛呢，高高高高，我话你嗰啲都是黑古调还是高枕无忧？系对，高枕无忧，高枕无忧。哦，你看到真放心就对啦。对。啊！你看，只只绑匪，你王庄人家对付咯。哦，哎塞，一再五六百绑票嘛。不，听三楼啊！我是那一再五六人呢，把个解决这个绑票嘅事。哦，你有申请这个求情无？哦，有申请。求情呢，唔是只那只机啊。
哦，一人一支。不，古拜是一人一支啦。啊，当今无啦，五人用一支啦。啊，安怎哩？哎，今麦派去了吗？都袂使用了吗？莫只好用我一支咯。哎呀，王先生，啊，你去派了，应该去申请一支新的嘛。哦，当今艰苦啦，唔是卖申请，是艰苦申请。不，咪上了帮了，帮是嘛，一支就够用了。我该青花啊，是白种啊，白花白种啊，你放心啦。这是有影，这是有影。伊只只无量啊，伊开个成个几百种啊，有时总个伊家己都唔知个。哎，我老实答，没事啊，唔是打蹦蹦荒叫啦，什么情况都不应过了啦。啊，叫不可能啦，啊左轮啦，右轮啦，前轮啦，后轮啦，我隆重不应过了啦。左轮我是不听的，什么右轮、前轮、后轮，有这款情吗？我这只工程啦。你这工程，掉！啊，你好了，啊，你看呢，暗暝呢开始上班啦。哦，恁两个哈，暗暝呢困在我厝内工人房。好，就先哈，就先，咱等来去叫淡薄物件。好。做保镖，吃饱四处去招摇。老板出席宴会，我们跟在旁边仔细瞧。好人坏人一看就明了，保护老板平安无事齐欢笑。为生活赚钞票，有的吃有的喝轻飘飘。没有事情发生，日夜乐逍遥。如果有了事啊，你在前面挡，我在后面叫。你受伤我敷药，碰到决斗你呀跑不掉。有个三长或两短的老人家，醒悄悄，没关系，你的老婆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的照料，我会好好的照料。喂，你咧口水讲过啊？咩啊？白了死白食啊！你你叫娘呀，头嘴个嘟嘴，你后背几声都叫呢？我白你个能做你叫声，头嘴后背不是病药吗？唔病药嘞。你唔病人，你冇住请超，你亏钱系嘛？掉啊！你请到你超吗？是啊，你头先就掉嘛？你话唔后背吗？后背冇合作接应啊！譬如当有什么事啊，我来去卡点，去宝马大厨，掉唔掉？来去吊水啊！若是当你受伤，我冇会使甲你相扶，卡点叫十二车啊！啊，只要两人做唔掉伤，点去卡点叫十二车啊？掉唔掉？啊，掉啊！哎，你大概拢总是掉啊！你明打的哦，那个超光娘娘是在家买的啦，哈、啊！不是呢，就是娘娘去做超人啦，唯一没事呢，娘娘去赌醉啦，你到后尾呢是红灯红灯就掉了。我叫你做超人，你敢当叫你叫啥？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怎么你有黄病？我叫你黄病啊？你能爱吗？啊，我能贵吗？啊，是啊，要成绩也输过来啊。你坐了闪就过嘛，啊！啊，你遐唔对吗？啊，闪着头，你就是闪唔着脚，啊！对唔对？我行会有好吗？哦，那是叫声大咯，了你遐是呼吸就对啦。又唔是叫声大，我白会滴哦，伊都卖去光光改脚脚会使，改我菜字可话去滴个糖。啊，好啦，我白这种唔糖啊，无病啦，应声能了啦。哎呀，惊啦，偷偷给到滴个啦。救命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我的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救命！卡没什么事？我的第二次，死了！那个老和棒和料咯，死了！我在死！那个你卖怕钱？我有怕啦，唔使讲你点就怕袂出啦。你家是掉大家是？我万都好在。救命了，我错了。我病会滴哦，不过怕袂出，我无成绩嘛。哎呀，是呀，娘又唔记得入清字呀。咸果的味，真啊无恁阿兄伊嘛味。你看伊两支，对我一支，我一支，袂记入情字。糊涂的人
孤独的人，孤独的人是我不是伊，这款的歹代志，愈想我实在愈伤悲。找到这款空头，实在年过天，你我两人难摆平。咱好价钱，只用一条性命拼生死。马路做保镖，马上就中歹事，无惊嘛是假，惊甲脚抽筋。孤独的人，孤独的人。孤独的人正做讲代志，这款的大粒面实在也艰苦吃落去，一卖休闲袂死，算是好福气，看破长期吃家己。但买卡牌卡不，妹妹来帮妈到处。这当时呢，卡个偏改太太大哈。对，对啊。我别，那个老个倒转来。老个准备倒转来。他干了么事啊？我这比给我死呀！倒转。嗯，免帮妈打了，啊，免怕人来跟我的太太讲了。啊哈，这个绑票的人呢，跟那个司机呢，是我的职员打扮的。哦。我演这部戏呢，是要试试恁的胆，恁的功夫。哦。哇靠，白哦！恁两个一个行到面青青，闪伫后尾，啊，一个脚手六六叉，有穿无穿子，我不知道做保镖啊。啊，哦，你以为你会闪啊？哇，这是多古情啊，肥的，空声啦呢，那是真情啊，头先你三条命拢无够死啊。啊，这个，你要你叫啥做？你唔惊杀啦？无杀啦，我有心请耐心。啊！我讲我要试我两个保镖 来一部假绑票，试看你人的本事。现在你两个人五脚出现了，你去吃鸡鸡啊！啊！家情淡，唔卖做，阮也免烦恼。来做路人保镖嘛是好，有钱的人性命哪好？为了保平安，请阮做保镖，安全可靠，安全又可靠。千军千来，许多许多你那讲好，大家来好，那不好怕家己落骨头寸死路，生命的结果，老林保镖是阮上坡，阿飞阿三，飞的多伦多，阿三的新加坡。